大家好，欢迎参加HSK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HSK5级考试。大家好，欢迎参加HSK5级考试。 HSK5级听力考试分两部分，共45题。 请大家注意，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一部分，第1到20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1题。1，师傅，请问还有停车位吗？对不起，地上没有车位了，地下车库还有。 下去后向左拐。女的在找什么？二，这个连续剧最近好几个频道都在放，你看了没？ 我现在哪有功夫看电视啊？听别人提起过，说最近特别火。这部电视剧怎么样？ 3，您太客气了，出差回来。 还给我们带礼物。这是当地很有名的小吃，大家都尝尝。男的为什么给女的礼物？4，王总。 这几份文件需要您签字，先放这儿吧。你去联系一下王经理，转告他下午的会议取消了。男的最可能是做什么的？ 5，你的企业管理学得怎么样了？上次听你说是在读网络课程，还可以，你也试试。刚开始几次是免费试听的。男的在学习什么课程？ 6，我看了你的简历，你好像没有做过会计。我虽然没有实践经验，但我本科学的是会计，对这方面的知识很熟悉。女的为什么熟悉会计方面的知识？ 7，关于付款方式，合同里是怎么规定的？货到付款，支票或现金都行，确认到账后开发票。合同规定怎么付款？ 8，你的总结写得怎么样了？我才写了个提纲，领导让我再调整一下结构。他的总结写得怎么样了？9。
我的电脑速度越来越慢了，是不是又重病毒了？是你装的东西太多了，最好把不常用的程序删除掉。他的电脑怎么了？十。 小张呢？不是安排他来做会议记录吗？他临时有事，所以就由我来做了。关于小张，可以知道什么？十一。 下周的活动十分重要，各部门还有什么补充意见？开幕式时间可能要调整，现在定的时间太早，我担心一部分嘉宾不能准时到。男的有什么建议？ 十二，你回公寓等我吧，我先去银行取点钱。我们一会儿去楼下的餐厅吃饭。公寓附近就有取款机，何必去银行呢？女的是什么意思？ 13。真糟糕，飞往伦敦的航班取消了。也不知道这大雾什么时候才能停。飞往伦敦的航班怎么了？14。 总裁，这个项目对我而言挑战性太大，我有点想放弃了。遇到困难不应该逃避，应该积极的面对。你先尽力去做吧。女的是什么态度？ 15。看过这个设计图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阳台、卧室的整体感觉都不错，但是桌子摆这儿明显不合理。男的觉得哪方面需要改进？ 16。老张，退休手续办好了没有？差不多了，礼拜四就正式退了。我要去好好享受我的退休生活了。关于女的，下列哪项正确？ 17。我以前也看过京剧，但说实话，我听不懂。别担心，现在的京剧都配有字幕，再去体验一回吧。男的是什么意思？ 18。看把你乐的，中大奖了吗？哈，我的驾照拿到了，以后就不用挤公交了。这个周末
就去郊区转转。女的为什么高兴？十九，你暑假里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打算和朋友去西安看看名胜古迹，七月中旬出发，月底回来。男的打算去西安多久？二十，公司的年会要在长城饭店开，你下午和饭店联系一下。昨天已经打电话问过了，他们的大宴会厅已经被别人预定了，现在还有两个小厅，您看可以吗？电话了解到的情况怎么样？第二部分，第二十一到四十五题，请选出正确答案。现在开始第二十一题。二十一，你在网上订过电影票吗？订过，很方便。不过你得先注册成为会员。要填很多个人资料吗？很麻烦吧？不麻烦。只要填上你的邮箱，设定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就注册一个。女的为什么要注册？二十二，我看看你的登机牌，是在几号登机口？身份证放好了吧？我都十八岁了，能照顾好自己，您就放心吧。好，好，一路平安。到了以后来个电话。没问题，您回去吧，我去安检了，再见。对话是在哪儿进行的？二十三，你的那篇论文怎么样了？编辑怎么说的？他建议我把文章缩短到四千字，题目也要换一个。看来问题不是很大，大概什么时候发表？定下来了吗？可能下个月在第五期上。编辑建议将论文改为多少字？二十四，您找谁？请先在前台登记一下。我不找人，我就在四楼上班。对不起，请出示一下您的工作证。我忘带了，我给我的同事打个电话吧。根据对话可以知道什么？二十五，带简历了吗？带了，你看我要不要系领带？当然要系了，去招聘会得穿正式点。那我系这条蓝色的吧。男的准备去哪儿？
26。你的相机看起来挺不错，新买的？是，我喜欢摄影，买个好相机，照出来的效果就是不一样。那是，一分价钱一分货。我看你的也该换换了，推荐你也买这个牌子的吧。他们在谈论什么？27。这款银色的冰箱是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，您看看。你们现在有什么优惠活动吗？现在买，我们送您一个电饭锅。那冰箱的保修期是多长时间？保修期一年，厂家免费上门修理。关于这款冰箱，下列哪项正确？28。您好，我们可以换一下座位吗？我想和我朋友坐一起。没问题，你坐哪儿？我是前面那个车厢的17号，是靠窗的座位。谢谢您。不客气，我喜欢靠窗的座位。他们最可能在哪儿？29。这个项目有那么多人参加，你能进决赛真不容易。剩下的人一个比一个厉害，我能不能取得名次还不好说。按我的分析，你只要发挥正常，进前三名肯定没问题。谢谢你的鼓励，我会争取的。女的主要是什么看法？30。外面雨下得真大，我全身都湿透了。带着伞怎么还湿成这样？赶紧把衣服换了。好，今天的风太大了，我干脆先洗个澡吧。也行，别再着凉了。我本来想让你吃了饭再洗。男的怎么了？31-33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个老人有三个儿子，这三个儿子经常闹矛盾，天天吵嘴甚至打架。老人为此很烦恼，想找个机会教育自己的孩子。一天，老人拿来一把筷子，先给儿子一人一根，让他们把筷子折断。三个儿子很轻松地将筷子折断了。然后老人又给每个儿子一大把筷子，让他们再把筷子弄断。可是这次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老人说，你们是否想过，这些筷子就像你们一样，在一起时是一个大集体，力量很强大，然而当你们互相吵架时，你们就变成了一根根细筷子，很容易就会被人打败。31。老人为什么感到很烦恼？
32。老人是怎么教育儿子们的？33。这段话主要想说明什么道理？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位学者有许多学生，其中有一位非常勤奋，每天早晨5点起床进实验室，中午在实验室吃完自带的饭后又接着干，到晚上10点才回宿舍休息。其他学生都很羡慕他的精力，老师们都夸他勤奋，然而那位学者却有些担心。一天，学者问这位弟子：你每天几点进实验室？早晨5点。中午休息多长时间？不到1小时。晚上几点回宿舍？10点左右。那你有多少时间思考？学生无言以对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光做不思考，光学不思考，是不会有所进步的。34。那个学生每天几点离开实验室？35。其他老师觉得这位学生怎么样？36。学者担心学生什么？第37到39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位长跑冠军把自己成功的经验总结为赛前的准备。他说，每次比赛之前，我都要仔细记一些比赛线路周围的标志。比如，第一个标志是一所邮局，第二个标志是一个大广告牌。这样一直到终点。比赛开始后，我就先以100米的速度奋力地向第一个目标冲去。等跑过第一个目标后，我又以同样的速度向第二个目标冲去。40公里的赛程就被我分成这么几个小目标，轻松地跑完了。过去我把目标定在40公里外的终点，结果跑到10几公里的时候就跑不动了，我被前面那段遥远的路程吓倒了。37。他赛前看路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？38。他的成功经验是什么？39。根据这段话，可以知道什么？
第四十到四十二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小说最后一片叶子里讲了一个故事。医院里，一个得了重病的人从房间里向窗外看去。窗外有一棵大树，秋风中叶子一片片地掉落下来。病人望着飞舞的落叶，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。他说，当树叶全部掉光时，我也就要死了。一位画家偷偷地在窗户上画了一片绿色的树叶，那片树叶一直挂在树枝上，始终没有掉下来。只因为生命中的这片绿叶，病人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四十，看到落叶，病人是怎么想的？四十一，病人为何能活下来？四十二，这篇小说的名字是什么？第四十三到四十五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。一位记者去采访一位企业家，目的是获得他的一些丑闻资料。不多时，服务员将咖啡端上桌来。这位企业家端起咖啡喝了一口，立即大嚷道：“哦，好烫！”咖啡杯随之滚落在地。等服务员收拾好后，企业家又把香烟倒着插入嘴中。记者赶忙提醒他，企业家慌忙将香烟拿正，不料又将烟灰缸碰翻在地。企业家的表现使记者大感意外，不知不觉中，原来的那种挑战情绪完全消失了，甚至产生一种同情。这整个过程其实是企业家一手安排的。当人们发现比自己优秀的人也有许多弱点时，过去对他抱有的对立情绪就会消失，甚至还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亲切感。四十三，记者最初的采访目的是什么？四十四，企业家在记者面前表现得怎么样？四十五，企业家为什么这么做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